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学习画这棵生命之树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画画的时候，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画好。你看，杨老师也是试来试去，试了好多。等到你试几次，你不怕浪费纸，没关系的。你试了好几次，想好了以后，你可以正式开始画。我们现在一张白纸，白纸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拿上一支铅笔，你先轻轻地画出来。下面是土地，上面是树，这里是一棵树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它的树枝，所以这里是一个枝子，这里是一个枝子。这一个没有画好，有点奇怪。杨老师再试了一张，这一张好一点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怎么画的。我先画一只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是土地，先画一只，然后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然后树下面是不是粗的呀？对不对？下面是粗的，这边再粗出来。这边从粗到细，从粗到细。你现在看不太清楚，那我们现在差不多的结构可以画出来，其他的再去擦掉。我让它长出一个圆圆的尖尖，里面我们待一会儿再去擦掉，对不对？现在先不用管它。然后我们开始画树枝了，一个转过来，再看看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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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把它画满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让它勾过来一点。这里还可以再画一个。这儿还有地儿，还可以再画。这儿还有地儿，可以再画。这边有一点多。
同学们，画画谁都不可能一次就画好，杨老师也试了好几次，你看试了好几次，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是怎么画出来这一个。你看刚才杨老师还试了一下，这张纸待一会儿我擦掉，我会再继续用，不会浪费。看好，这个下面是树，这里是这个树的大枝枝，这里一只，这里一只，这里再有一只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你先把大概的样子画出来，那么这是第一只出来有这么宽，下面这一只下面有这么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开始画，然后这里是第二只，长到这儿来，这里又有一只，这棵树好像有一点奇怪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看，在这里再长出来一只，像一个心。每一个都让它最后有一个圈圈，对不对？这样就行了。这边有一个圈圈，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个。行了，够了。现在开始涂颜色，先用 squatter 加一点点水。你的手，右手的话，先从这边开始画，对不对？这样你的手不会脏。咖啡色加一点点黑色，看到吗？咖啡色加一点点黑色，最主要是咖啡色。开始，这个笔有点大了，用一支小的笔。
脏了。脏了，马上跟杨老师说。不行，脏。然后等到它干了，我们再来管它，好不好？先不去管它。画画不可能不脏。对不对？所以要小心，如果你脏了，你跟杨老师说，好不好？
换一杯干净的水，把笔洗干净，洗得很干净，洗得很干净。我要换掉干净的水。好，同学们最好等到这个画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加一些背景的颜色。你可以加蓝天，可以加彩虹的颜色。怎么加颜色呢？你这个颜色不要过到这里来，老是碰到这个边上，不要超过这条线，不要超过这条线。加一些水，然后加一些蓝色，一点点蓝色，那个水就会跑了，就不用。不碰到它，这样就行了。你不用搞得那么。不要碰到那里，很浅很浅。如果不小心碰到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加一点点绿色，想加成彩虹的颜色。这里可以加一点点黄色。这个黄色有一点点脏了，对不对？再加点水，不碰到那里，不碰到那个边上。有一点碰到了，很淡很淡的颜色，只要它不是空的就行了。这里颜色太重了，加一点点橘色。加一些水，很淡很淡的颜色。加一些粉色，橘色，自己喜欢加什么颜色就加什么颜色。加一些蓝色，太重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些水，不要过缩，不要过缩，不要过缩。然后就不去管它了，管了就不好了。画画吧，就让它自由，对不对？不想出这个印儿，然后再改一下。你也可以加的重一点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有不同的。还是喜欢蓝色，这么喜欢蓝色。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
之后再加一些，哦，这个蓝色，蓝绿色。这里地方大，我可以多加一些水。给杨老师一个惊喜，看看你做出什么颜色。太重了。对不对？不用担心，不用着急，就是在这试试看，看看哪种颜色好看。最后不好看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来，再加一些什么颜色？加这个深蓝的颜色。哦 ，look at it， 哇哦！很轻很轻的加颜色，好不好？杨老师也没有想要加什么颜色，就这么随便加的。有的同学喜欢先想一想，我要彩虹的颜色呀，或者加。你也可以想一下，杨老师没有想，没有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快干了，然后我们再拿水，这样它的颜色有一点均匀一些。行了，就是它了。美术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怎么着都会。好，等到它全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用金色的沙皮、银色的沙皮，对不对？在这边还可以画上金色的三角、银色的三角，